北方老丈人在南方吃东北菜馆。你们这儿都东北饭店有没有？我馋了。只要你请客，啥没有。这东北菜小鸡炖炖蘑菇，我必须得给你当大名上。俗话说得好，不爷进门是小鸡丢了魂吗？还丢了魂呢？我都老贵子了。你老个漂亮啊，你有我老吗？我现在去我老丈人每回哈不给我炖出一个。这个锅包肉是我固定的最爱。来个尖椒干豆腐，再来一个地三鲜，四个菜就够了。四个菜，我们五个人呢。姑子啊，这是东北菜，东北菜这我都怕你吃不完呢。吃不完的。哎呀，这是东北菜呀、啊！这不你点的四个菜吗？不是四个菜，是四个菜，这量也太少了。亲姐，这是在上海，上不上海了？咱们不说，你就是这小店，这蘑菇，这盆还可以，这鸡和蘑菇呢？咋的？这鸡是不溜都饱了？哎，我给他数数，得回给放了几根粉条的，把鸡肉全部挑出来，要不然更少了。你当心吧，后厨出来人打你啊！出来人打你！你在我们那个东北去饭店的话，就是小鸡炖蘑菇，你咋的你也得搞半拉的。这家我看了，这是半拉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兄弟，这可真是太那个精致了。干豆腐是我们那个东北的味儿，不过这也太少了点了。亲姐，这个量已经可以了。在东北这边全都这么麻烦，这也就是一勺半儿吧。这我自个儿吃行，静静，我一碗米饭，我就把它造没了。你意思我们都不用吃，就你吃。一会儿再点上几个。这个都是我的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干啥？拿它来。姑娘，我都算好了，你们一人两块，我来一块，你也不能赶紧接，你连一张都不留啊。这八个菜在我们东北能摆这满满一桌，我那个一点不大好，能够那个十个人吃。你看这八个菜就摆了一半，这我们东北菜这可真是入乡随俗啊。上次在你们东北八个菜吃的我撑得来，现在都不想吃，还打不了那么菜回家。不是，那你今天你吃没吃的最好啊？吃顿饱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你一日没吃饱吧？再来五个菜。